说当今的相声，郭德纲名气怕是无人其右，不过相信爱听相声的观众也都知道，近些年来郭德纲的相声当中伦理哏变得越来越多。郭德纲也不止一次提起过这件事，声称相声的目的就是为了观众开心。要说伦理哏的受害者最严重的无疑就是于谦了。想象之前郭德纲在表演中提到一句话，对于我相声表演的成功，我自己只有三分的功劳，剩下全是于谦的父亲和于谦的媳妇。相信很多的听众都知道，在于谦和郭德纲同台的时候，于谦的家人是受伤最严重的，经常被拿出来寻找笑料。为了观众能开心，于谦也很少反驳，到那时也有很多认真的观众为于谦打抱不平。如果说真的是站在于谦的角度来考虑，怕是对于这样的玩笑不能忍受。还有粉丝通过写信的方式质问郭德纲为什么要这样说于谦，当然在台上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对于观众的疑问，郭德纲会反问于谦，为了艺术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吗？咱们先不说郭德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郭德纲始终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再说这也都是假的，只是几句玩笑话。之前在一次采访中，于谦被问到了对于郭德纲在台上老拿自己家人开涮什么看法，是否生气。不过于谦的回答就比较有意思了，于谦是这样解释的，对于台上郭德纲的开涮并没有情绪波动，因为自己从上了台就不是于谦本人了，他只是一个台上的角色，角色的名字叫于谦。这个解释就好像是电影电视剧演员一旦进入角色却忘记了自己的原名字，对于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发生什么故事也与现实无关。电影电视剧你都知道是假的，那么这些事儿为什么要较真呢？而且于谦在最后提到，看着观众被自己所饰演的于谦这个角色逗得开怀大笑，自己也会很开心。对于于谦老师的这个解释，小编还是非常的佩服。或许我们不是相声演员，体会不到那种快乐，但是对于于谦老师为了艺术的献身，要为你点赞。